大家好，我是甘井镇副镇长党伟荣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甘井镇。甘井镇物产丰富，品种优良，有着13万亩耕地的主导产业，尤其我们的苹果色红果正，酸甜可口，营养丰富，欢迎大家来我们甘井镇采购心中想要的苹果。甘井镇总耕地面积13万亩，果叶面积达到6.5万余亩，品种分别有红富士4.7万亩，嘎拉1.2万亩，其他品种0.6万亩，其中挂果面积已达到6.5万亩，年销售苹果可达5.75万吨，实现产值4.29亿元，全镇仅果业收入人均可达1万元以上。甘井镇在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，围绕党旗飘飘共奔小康开展系列活动，大力发展产业，可带动贫困户1125户，人均